上床睡前做三小坐，你年时生活及工作力迎面而黑眼圈等些人的眼而至。再提醒各位，千不要吃熬夜及过分烟酒。你曾身多好，皮多棒，青春也很快就消耗殆。所以每天晚上不要超过11:30睡，每天喝足的水，吃足的蔬果，才能真正的把青春留住。一、睡前一，你排除宿便。睡之前可以躺在床上做一些的小，放一下你的身，身心健康也是有好的哦。首先躺在床上，把腿抬起抬起，行由上往下的按摩。腿持抬着不要放下，或者 L 字形的躺着做，可以助瘦除小腿肉。然后平躺，腿分在半空90度的位置、45度的位置以及30度的位置，每角度大停留30秒到1分，或者你可以持的线做，可以塑造大腿的肌肉。你可以趴在床上，腿在胸前，胸部着大腿根，手伸直在耳朵旁，手肘以上到手掌在床上做，可以助排除宿便。二、水泡，行助血，是人心最的部分，不容易的到养分血液，加上在是冬季，就更容易被寒冷刺激到血管，使血管收供血。但是足部又是人穴位的右翼集中域，如果供血不足，影到肝等多部分的正常做。所以睡前用的水泡一泡，促身血液循，加速心带多友好。特的是可以在泡的水中加入中草，因上经穴道多，可以很好的吸收水中的物成分。如果你想通过泡到腰腿冷痛，可以放入川芎。若是要木穴，可放入菊花、夏枯草；如果是要去燥去，那就放入艾草等。三、五指成书，留住秀。我知道，不集中了人身上好几重要的大穴，通过梳理过程中的刺激，可以起到按摩作用。首先用梳子把梳通，前使由上往下梳，力道中。再用手指按摩着皮，用手指分耳根、部根及前根部位向梳，再集中搓揉。如此反30次以上，感到皮麻麻的指的做，可以助疏通大的血液，使不得到充足的养分。而到提高力、保根、固毛囊、消除大皮等功效，